我在找你啦，你看，还是找爸爸，你在找爸爸，你头都要扭到了。我们今天去办护照，因为明年六月的时候我要去美国。坐坐。好，不怕不怕。到大概十分钟吧，超快，餐饮结束了。我觉得办护照比想象中的简单太多了。办护照，你先在网络上预约，预约之后他会寄给你一封信，然后那封信里面就会有一张表，那张表呢，你在网络上填的资料，他就全部都帮你填好，你就不用自己再手动填一次。然后另外准备的是法定代理人、父母的身份证，还有护照的照片、户口名簿的正本跟影本都要。那身份证只要正本就可以了。还有就是，如果你有国外护照跟台湾护照的名字是一样的话，你要额外带出生证明，他就会这个最好你自己也印一下影本，他会留一份这样子，他会跟你确定说这样子的名字是对的，因为我们有把 Mira 放在他的护照名字里面，所以我们一开始也讨论很久这个因素。如果有同样状况的人可以参考一下，就是我们有把他的英文名字放前面，然后再来是中文名字，然后再来是姓这样子。那在出生证明的时候你就要先弄好了，然后都要一模一样的，这样子办台湾护照的时候就会是 OK 的。你怎么那么可爱啊，来躺下。我们结束了，喜欢坐着可以坐着啊，只是还是要扣着安全带哈。来找你啦，你看，来找爸爸，你在找爸爸，你头都要扭到了，又在看爸爸，头都扭到了啦，哦，爸爸都不理。好不好，我头要扭到，爸爸是老脖子了，老脖子。然后再来他就给一个收据，然后在今天礼拜二，然后他跟我们说下礼拜一的时候我或是 Sean 就是法定代理人要带身份证跟收据就可以拿护照，很方便。 Mira， 我们明年要回家哦。那个是小柠檬，他的衣服也是柠檬的。你今天是柠檬，雷梦，雷梦，明天要回家啊。爸，你说爸爸吗？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哎，你自己把袜子拿起来哦。你还吃自己袜子哦。哎，你也太有才华了吧。哎，你什么时候拿的我都没发现呢、啊、他的熊熊袜子超可爱的，可爱到爸妈妈，不是爸爸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买的哦，妈妈，爸爸出钱的，妈妈，妈妈。哎，你怎么这样，你很不捧场。哎哎，宝宝在看你的啦。哦，叮，这么好看哦。咚，真的哎。对啊，你真的很夸张哎。好了啦，脖子要断掉了啦。好，圆满结束，来个完美的 ending， 完美的 ending， 完美的 ending、就是看到宝宝很开心啊。我叫比嘎。好了好了好了。